好，来，现在来讲解一下上面这个 decay 的这个问题哦。decay 的话，代表我的这个声音是比较 echo 是比较弱的。如果你转到这样子的话，就是我的量是比较多的，reverb 的量就比较多，有没有？好，所以一般最好的地方其实是在大概10点钟的地方，这样子有一点量就可以了。mix 的话，就是我的这个 reverb 跟我的这个麦克风的声音，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我的效果是要多还是少？现在是少，所以现在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是没有效果的。那我现在 mix 这个开始转的时候，我的量就会开始越来越多，就是我 reverb 的这个量就越来越多。哦，当我转到很多的时候，就是 reverb 很多的状况，但是大家也听到我的声音就会比较糊，哦。因为原本我讲话的声音已经被那个效果给盖掉了，所以基本上最好的状况也是大概是在10点钟。那如果大家想要哦声音萨克斯风声音吹起来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再转多一点点。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后是我们最常选择的，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哎这个声音如果真的是太轰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plate 的话呢，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比较不会那么的 size 不会那么的大哦。那润的话又更小一点点。然后呢，其他的部分的话，像 echo 的话就会有 delay 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前面这三个是我们萨斯风比较常用到的这个效果。